也看一个新闻，老公用嘴直接吸奶，老婆乳头感染，超恐怖。因为老公的嘴巴有点脏哦，不然怎么会？对吧？有啊有啊，之前有那个，你多少挤奶的时候有点会阻塞的时候，有时候对，就是叫老公来吸一下，你帮我吸通一下。不然，它阻在那边阻塞太久，我告诉你，阻塞太久就石头奶了。